我是 Angie 洪，访Taiwan DHL，很高兴再次，这是我们第三年参加这个 APCSC Award， 那也很荣幸我们持续得到这个奖项，Contact Center of Year。那我也希望说在 APCSC 的这个会议当中能够给我们一些肯定，同时我也觉得客服不断是一直在进步，那每家公司也都在针对这个客服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投资，那客户的心声我们必须要比他们了解更多，那也透过这个协会让我们领导带出最好的一步，谢谢。那祝这个大会能够继续成功举办，谢谢。